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这是前两天那烤那全羊，剩的那两个羊腿，还有这个中间这个大骨头，今天把它烤了。这两个羊腿呢，先提前把它煮一下，这样一会儿烤的时候比较好烤。锅里边加点水，把这俩羊腿扔进去煮一下。这里边放点这个葱姜，放点花椒，加入点料酒，加点盐，加入点胡椒粉，开了锅大概煮了40分钟。这是那两个羊腰子，把它切了，切了一会儿穿一下，一会儿烤了它。就拿这砍刀把这个羊骨头来斩一下，这个块太大不好烤，把它斩成这个小块。我得打一口，我就受不了这肉多，那太熟了。你炸完是呗，化掉是吧？嗯，夹快掉。这样烤出来好吃。那你这那个夹子上拿好了盖儿呢，现烤现成啊。这烤菜我这得买了，哪儿哪儿快了呀。这玩儿呢都得用劲。香味儿啊，滋味一味儿，好的。来叫你们。不是挺香的，你烤的烤的肉出来，你吃什么没味儿？怎么了？一样菜。这家伙吃几块顶事的啊，不摘料挺好吃。就是看这种烧肉没油了，都是吧？实打实的肉。压烫了。哎呀，没油。啊，这滋味儿的啊，点汤也刚刚好。好了，哥们儿，过了，我先还来这碗汤了。这滋滋冒油味儿，没得品。没厉害，没厉害。
回家我也啃啊。哎，羊汤，啃羊汤。嗯。这回能啃的吗？鸟儿太大。我看你还我一会儿我也弄一碗。香。嗯。嗯。这俺俩，没法。你看这个够了，够了，成了。好。啊？好。那必须的。别那股味儿啊。嗯。都这，记住。辣椒面也烦，这玩意儿必须得辣椒面顶上呢。嗯，那是哪一句啊？肉，我尝尝，滋也真是啊，嗯，滋呢。别烫着了啊！嗯，下啊。